日前有网友放出佟丽娅的短发剧照和王俊凯的对比照片，两人有着同款可爱小虎牙，一样温柔的眉眼，可以说五官和笑起来的样子是非常的相似了。就在近日，佟丽娅接受采访时，霸气回应了自己对对比照片的看法，长得好看人都是相似的，还笑谈自己在网上看到对比照片后发给了王俊凯。王俊凯回复说，哎呀姐姐，以后我给你演替身。如此回复的王俊凯也是非常可爱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